一个 C， 这么看能看出来多重？嗯，这么立起来可以看出来多重？哎呀，相当大！那个臭肉得多大？对。他这个指甲就是泡的再久，他也泡不到这个里边去。这个不是一顶正常的指甲三四个厚度，正常那个指甲就是你泡个三五分钟，直接就特别特别软，特别特别好修。但是可以接受的，舒服多了是吧？嗯，这是一侧，里面扎成啥样了都。